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，很多时候驾驶员无法发现他们。Mobileye 系统可在日间识别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，并判断是否存在碰撞危险。如果有可能发生碰撞，系统会发出警报，在碰撞发生前最多两秒提醒您刹车，以防止发生事故。Mobileye, our vision, your safety.